什么？打了吗？打了。打呀。打了。正打着呢。看清着眼睛有点淡，没敢使劲给你打，使劲打一声，没事。哎呀，我发现我也买俩苹果六还没到呢，我买两个。换手，换手。我要换手机了，没事。什么时候买的？双十一买的。多少钱？5000来块钱。那个。6S 的。移动的很慢，哇，没移动很慢，是不是？它就上面那桌嘛，600斤、800斤桌。移动很慢，你调啊？调啊？调速度啊？调速度。里面有啊，麦声出来，麦声出来速度调一下就能。软件里面你自己调一下，在那里面你不认识啊？激光呢？倒数第二个，倒数第三个里面有下边有一个。你看一下吧，这又用不着你了。我还没打完呢，正打着呢，您该看一眼，您回来，嗯，可以看看，叫我去看我就看了，不行，打得不清晰，嗯，不够，分不够黑。啊，我看上也挺多，上半场。你是在这中国的？